特瓦林的身上有两个发亮的地方，那就是凝固在伤口上的毒血。深渊教团就是集中诅咒伤口，才腐蚀了特瓦林的精神。要想拯救特瓦林，就必须先清理那些紫色的凝血，尽量了解开荒树状态。 不过，我对他这套小心思太熟悉了，你稍微坚持一下。 从他的魔弹之中抽取了瓶颈的冰元素，使之凝结，打翻打碎就可以形成加速循环。只不过出现的位置我没办法控制，你要好好辨认。